点恐怖的地方。这群人在干嘛呀？感觉有点恐怖哦。对面在施工啊，挖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呦，有椅子哎，看整条溪挖成这样，短期之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好的掉光。所以这一段，这段时间。暂时不要过来吧。季节不吃吗？看到鱼啊，可是不吃啊。哎呦，有爆嘞！哎呀，该死！这青梅，哦，蹦这大，蹦不着，气死！瞎了狗眼啊！可惜，哎呦，有哎，有根哎，
水哦，水哦。哎呀！靠！碰不掉。哦，过来呀！气死你！啊！啊，完蛋了！岸边呢？可恶！我去解救他。靠腰，这个吊点就毁了。进去。又毁掉了的，又来了。还在耶，还是一样扎不中。他真正会昏厥我。天黑了呢，哎呦，差一点点被买走了。哎呦，又炸又炸，可恶！哎。你妈的，这是，哦，我快昏厥啦！哦，丢啊！耶呼！终于 ！Oh my god！ 终于中了！哦，哦 shit！
哦，超爽啦，那二十几下，哦，爽哎，哦，天哪！哇、哦，开心呐、啊！哦，耶，终于炸中了，可以回家了 ！Oh my god， 终于可以回家了 ！Oh shit， 谢谢你啦，虽然只是一条。没有四十小区啊，哇，哇，超开心的、啊。